觉得兰波站好复杂咧，等我教大家点样简单啲行啦。兰波站可以分为四种：南海兰波站、近铁阪神大阪兰波站、Osaka Metro 兰波站同埋 JR 兰波站。由南海兰波站可以搭南海电铁去关西机场、和歌山车站，同时连接兰波 Sky 屋、高岛屋，仲有通道去兰波 City、兰波 Parks。出咗车站过条马路就去到0101百货同埋容桥根商店街噶啦。如果去京都、奈良、神户，就会由近铁阪神大阪南波站出发；只系玩大阪市就会用到 Osaka Metro 南波站。16同埋17号出口可以连接南波 Walk 地下街，去道顿崛亦都系17号出口。最后系 JR 线南波站，比较远离最热闹嘅南波，主要都系去坐关西机场巴士。希望大家唔好再迷失南波啦！